请伸出你的手。哪只？左手。啊，右手吧。好的，我错了啊。好的。啊，你怎么说的这样啊？我拿一个，对不对啊？拿一个，对不对？放在这里面，拿起来了。然后这个呢？拿起来了。这个呢？放在你手里面。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？一人一个。一人一个。对。翻过来，握紧，握紧。我这手里边几个？你手里没了，没了。一个。我说了一个。下一个魔术，这个不玩了。好生气啊，来对儿。一个没有了吗？一个吗？你开啊，快开。我不要，我还有一个魔术呢。你松手，松手。好，松手。好。好的。这是一个球吧？嗯，真的是花了很多心思啊，李炳熙。我紧张的我都抖。这、球吧。看看，又抖抖手。这是几个？这是一个。这是几个？是两个。对吧？对。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特别好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那没有问题啊。它会变成什么？一个心呀。什么一个心？一个红心呀。什么意思啊？没有，我不管，你不要问我，你就开嘛。你看一个很大的红心。你怎么知道这个？为什么？哎。拆台王不是他变的魔术太小儿科了，这是为什么？哥，咱回家了，吃宵夜了，吃宵夜。不是为什么？怎么可能知道呢？这个你怎么能知道呢，爸爸？这不可能，这你怎么知道呢？那如果按情节发展，他应该不可能也变成一个圆吧，也不可能变成一个方吧？你不很倾向吗？他变成那就是两个人就心在一起变成一个心呀，对吧？你看你后面的道具，雨琦太聪明了，对，他很聪明。挺好的，挺好的，不玩了不玩了，这特别好的道具，你在哪儿买的呢？淘宝上面吗？但是真的好可爱，你别说话，但是好可爱，好生气，别说话。哥，你真的你有天赋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有天赋。他给我们擦擦汗，拿个纸巾，真的，擦，真的特别棒，我好感动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真心的好感动的，没有人男生给我变过魔术这辈子，真的。特别帅，那你怎么能知道他能变成一个红心呢？那不然呢？不是，你怎么可能能知道他一下就变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你快闪闪吧。不可能，我跟你说，绝对不行。我跟你说，这事儿是有问题的，是不是有人亲眼告诉你了？翻车了，气急败坏，太没面子了，你知道吗？哎、这个也没翻车，翻的是这个，翻的是这俩小。没有这个也没有翻车。翻了，我很生气。好吧，你翻一个，好，真棒，好。